福慧双修很重要。福报就像脚，没有脚，哪里都去不了。而智慧就像眼睛，即便拥有双脚而没有眼睛，也会走错路，甚至可能掉落悬崖。就像现在的很多人，只追求名和利，却缺乏智慧，所以很容易陷入危机之中，给自己带来更大的灾难。因此，在追求福报的同时，一定要注重提升认知，注重提升自己的德性，否则德不配位，必有灾殃。家样堪不乏语。